主播雪伦，我想游嘞，吹嘞，起来呀！干嘛呀？干嘛要我站起来？你想干嘛？你想看我跳舞？起来动一动！你们这个真是的。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，温和他的啦啦啦，温和他的冲动，他的寂寞不计较后果。你有一百万个有漏洞，快说吧说吧，以后最赤裸。事后爱不爱我，理不理我，关系这结果。你说我要结果，中间不必停留。你说我要一转头再来过，男的女的都不要再等候。自由自由，现在就要自由。欢迎呆呆。不行啦，这首歌没有办法站着唱，只能坐着唱。哪一首？什么东西？我看。什么字一点？爱的是非对错已太多，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，缓和他的冲动，他的寂寞不计较后果。你有一百万个有漏洞，快说吧说吧，以后最赤裸。事后爱不爱我，理不理我，关系这结果。你说我要结果，中间不必停留。你说我要一转头再来过，男的女的都不要再等候。自由自由，现在就要自由。你说我要中间不必停留。你说我要一转头再来过，男的女的都不要再等候。自由自由，现在就要自由。什么能唱跳的歌？我不会耶。你们就是想要我站起来，今天就想看我跳舞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没有力。我昨天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现在整个就是铁腿，因为我昨天去骑脚踏车，骑了大概从下午5点骑到晚上9点，我整个腿，我现在的腿非常的酸。而且不止腿酸，屁股也酸。我今天非常的不想要站起来，腿酸屁股酸，小痒痒，传说中的要长肉肉。我跟你们讲，我怎么样，为什么会这么酸，好不好？是因为我跟着一群公路车的去骑车，公路车好不好？公路车，大家都骑公路车，结果我一个人骑小折，你们知道那种感受吗？大家都骑公路车，我一个人骑小折。对，你们知道那种痛苦吗？你们知道那种痛苦跟感受吗？谢谢小洋洋的掌声鼓励。没有，我骑超快的，我骑超快，而且我还不是电车位，我的脚我就一直踏，一直踏，一直踏。你会看到我的脚，我就一直踏，一直踏。然后结果还有人说：“哎呦，不错哦，厉害哦，很有潜力嘛，要不要换公路车？”欢迎王翰林，对，哎呦，哎呦，踩得很卖力哦。调侃我。然后我回家之后想说，我下次骑车我一定要换公路车。